睇到呢份呢个报道，自己都有震惊。究竟咩事睇到阿关佢咁震惊呢？这是什么呀？这是什么呀？啊嘛？你从哪儿带过来的？哦，原来系早两日张耀扬喺北京酒店度俾人捉到佢藏毒兼食大麻单嘢。咦，阿关你有经验喎、啊？张耀扬吸毒被捕，关楚耀话要坚强啲啊！俾啲时间，俾啲空间佢啦，呢一方面。咁始终呢啲事情系佢自己去交代翻，因为自己都系过来人，亦都有直视过呢个经验，咁知道个心情一定系唔好受。咁最紧要系即系自己可以坚强啲咯，系保住头个尖咯。佢咁样会唔会影响星途噶？咁我相信都好多人支持佢嘅，啲人好多人支持佢。一个人又好，一个艺人都好，一定系有高潮有低潮嘅时间。